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就开始比赛 ，Viking Fire 和 Nigo。其实上这个成绩上肯定 Viking Fire 比他好。对，因为大家打猴子打的少，就是对 DDK 的对策很不足啊，尤其是对香蕉。对，尤其是香蕉。其实就是 DDK 他有香蕉的时候，他很喜欢盾。对。但如果对，如果你有改变打法的话，还有机会。对，因为还是 DDK 不太喜欢。你看，就是 DDK 他这种上板，就是实际上，对攻击其实方就是他的攻击范围吧。对，就是太麻烦。而且其实 DDK 的空招都还算挺强的。对。哎，这个可能你给我怕了。哦，差一点。好，现在是有点，这个很漂亮。现在是被啊，这个不行，对，这个有点过分。你够经典的。对，好，啊来了，对，这个是对，这个没有。怎么打的话，肯定就是有香蕉了，你必须打特别安全才行。对，要不然直接就，尤其你百分比刚才那种百分比，直接就没有了。对，但是这个战场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，就是重点的话，袭击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选择这重点，那个、尤其是 Viking， 这是那个尼姑选。哦，明白，那可能 Viking Fire 也就有点意外吧。因为这个地图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应该 DDK 不是特别好。我觉得，因为他 DDK 他，当然围巾会不会我不知道。DDK 很多那种香蕉的板上的那种连招，对。啊，是的。啊，还没死。对，这个需要等。对，是对，对。对就有香蕉的时候，其实你对现在还是等。对，香蕉哦来了，我死了，这个有可能他 DI 错了。但是我感觉他从斜向飞的话，其实都从这个角飞了。但我觉得有点可能他觉得没死，然后他用寒币来，可能惯性还存在。我自己觉得。当然刚才也没太注意百分比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可能。艾克他怒气算是满的。对啊，对，怒气满。没死。好，这个。好，这个的话还有对着急。好，先这个连招，哇！啊，你没跳了。哇！啊！哇！一下子就12了。这个很漂亮，但是得罪了好几次。但这个场合的话，真的尼古有机会。对，这个捡香蕉是一定要捡的。对，就是你有机会去捡香蕉，一定要把香蕉捡到。对，现在这有点 Viking Fire 的，就是典型的交集。哦，这个我特别喜欢这种。他那个横臂其实很难去防，尤其是你这种距离。嗯。好，这个哦、啊，这个这是失误了，这个失误了，这个、失误了。好，1-0。没事，我相信维京，维京每次打尼哥都2-1。是吗？经常2-1。好，那就看看尼哥能不能改变。对，但是刚才的失误真的对。对，我跟维京打，他也经常，他那个上臂经常会失误，有时候撞到那个板边啊，对，直接不挂边，直接撞死。对。他的一个对不稳定，对他那上臂有时候经常会出。对，那看看吧，你出的话吧。其实我觉得艾克还是挺好打的，就是 DDK 本身不太喜欢剑者，对，所以就是不能说好打，但是可以。嗯，对，可以，就是都有机会。对，但是啊，还是比如说回场方面。对，实际上 Viking 是他选择是寒体，对吧？对。那实际上他又如果他看到他是用寒币来回来的话，你可以开始就是寒体的那种。对。然后如果他是用选择是下边的话，就是他可以各种选择。嗯，对。所以，这个放针挺好，但是没有抓住。对。好漂亮，来了，再来吗？哦。这个太恐怖了啊！
对，哦，好，哇，这个 DA 真的，他 DDK 那个 DA 比较强，对，所以还是他用 D 的D 的一组，哦哦，对，这个其实英国觉得就没有什么，对，啊，对，这个太，他应该回得来，现在有香蕉了，看怎么处理。哦，他现在知道，因为他是使用空位了，所以来得及防御。嗯，这个时候其实 Viking Fire 是一般是有点焦急起来。哦哦哦，这个其实可以反应一下，就是一定你就是你在对局 DDK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那个横臂啊，对，中远距离一定要注意，因为他那个是泽。哦，这个差一点，刚才要用空空的话，空前还不能击杀。那 DDK 其实就是击杀的话，对面如果比较稳的话，就是你很难击杀，就是。我觉得其实下T 其实他上T也能击杀。啊，对，200%的是上T也可以。我觉得下T也很安全，下T之后可以空前什么的。但是维京他不熟练。对，这个可能对。就是那种下T上 S 呀什么的。对。其实职业比赛里这种下 T 的击杀会很多的，对，因为下 T 空前空后的，就看下 T 的打点，近的话可以直接上来。因为下 T 确实很无责任，对，尤其是位置特别完美的话。好，啊，这维京已经领先一条命了。对，先啊，哦，还是反应过来了。对，我想着直接接个 DA， 其实也可以，但慢，我以为。刚才以为尼古没反应过来，对，还好反应了一个，同体也击杀了。好，每条本石，闪避回来。看这次手边，哦，着急了。对，尼古他这个上臂太多了。对，是的。其实你的其实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站，就直接抓就可以了。因为他就是实际上的话，就是真的他只能是选择这种选择。嗯。因为还是这个。哦，套路是不会特别不好，所以对情况不会那么不好。嗯，对，你估完他那个松盾，对，有点，有点着急。但很近的时候松盾是真的正常，尤其是 DDK 打的话，啊，这个是够分的，够分的图。对，好，但是有机会了啊！如果直接可以击杀的话，肯定有机会。哦，这个漂亮，这次，哦，这个是图不好。哇，来了，好，那就不一定了啊。哦，可以。抓住，红前，好红。好，现在还没击杀百分比。嗯。哦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可以。这次是可能打用。哦。这个没反应过来，其实直接跟着啊，又提前松盾，对，好，1-1，好，看看这次是选择的地图有点重要啊。其实有板图，我觉得会稍微好打 DDK 一点。对，因为他在板在的那个上边有点难处理。对，因为他有时候，尤其他手里有香蕉的时候，你可以。至少你不会在地面中香蕉被击杀，对于很多 DDK 的。忘了你，但这个好呀。但是尼姑的马尔斯我觉得还是。但是三次如果甜点就可以。那就拼了呀。对啊，我觉得马尔斯这个太拼了这个角色。嗯，就是你的。除非你就是特别强的那种，就是你。那就是距离啊，就是了解 Smash 的人对吧。对，他是要求是比较高，对，就是，比艾克高。你要是打不到甜点，你可能很难击杀了。对，看看维京，对，看看马尔斯。对。哦，漂亮。对。哦。你看，可以看到那个尼姑其实有玩马尔斯也好，或者玩艾克也好，他有个问题啊，就是他。虽然打得很安全，但他缓冲空招太少。哦，对，就他基本上不抢空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是维京自己撞的。对，又来了。他那个上臂太不安全了。好，这个是如果他还是这个游戏是
让他着急起来有机会了。嗯，这没跳了，不出去拦一下。哦，有跳，有跳，有跳。我刚刚看。好。哎，刚才可以出盾的。死了吗？啊，没死。没有没有，再拦一次。哎，这个不拦呀、啊哦。因为他怕闪避什么的，啊、其实实际上可以，但因为实战是肯定会怕的。还没死。他那个空闪其实后摇还挺大的，就硬直还挺大的。当然。看这次女巫能赚多，能拿多少百分比回来？你看我刚才一直说的就是，哎、哦，这次聪明了，没有松盾。上帝、这个、不太聪明了，上帝这个有点对过分的，因为刚才是完全是知道他的那个击杀方式，但结果是还是会用不太好的攻击。哦、有一个甜点，对，马尔斯改了之后，他这个上帝甜点确实很强，真的 对比以前好，而且还也可以击杀。对。本来是会击杀，但是更容易。嗯、哦，啊，嗯，为什么不接横 S？ 对啊，横 S 可能就死了，刚那个百分比就绝对死了。对，就甜点。但是可能他就是看到对手在哪里来。那个位置我感觉横 S 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对，没问题。对，一般是这个是特别完美的一个甜点。对，尖点对。就板边很容易45%就死了。那个、对，哇、哦，来了！来，阿金开始秀起来了。但是。这个很难吧，看看这次手边啊，感觉挺有意思的事情 啊对，挺有意思的事情，尼克没去资质回场呀，对，这次、嗯、太安全了。哦，但是 这想读个小，嗯，但是其实尼姑一直没有找到怎么破解维京那个横臂回场的办法。啊，这个艾克，对，这要是露西娜死了是吧？对，啊，应该死了，哦，还没死，我以为死了，但是，哦，甜点，好，很刺激，很紧张啊。对啊，哎，这个不惩罚呀，其实对盾不是很安全的。现在是可能互相都比较谨慎。对，这个有点没确认。对，明明是互相都着急。但是如果互相交集的话，肯定是尼哥有，对，因为角色问题，嗯，所以就是这个角色 DDK 是理论上、啊、对理论上很强、嗯，但是对玩家的一个要求非常高，所以一局一局冷静，对，这样才对。但是如果冷静的话，非常漂亮的也有。对，漂亮，但是尼古也其实有机会来了。啊，这个来了，尼古这个地图选的挺好。 来了，那是甜点吗？ 对甜点，都没有出红光啊。 对甜点了，甜点了。甜点怎么跟 DI 有关系？拉了呀，阿基、哎、对，这哈巴对吧？